对啊，我爱你。你到底喜欢通告谁？是小凯中在剧中饰演的是老猫。大家好，我是孙凯，在剧中饰演小胖。我是高寒，在剧中饰演老 K。 我觉得小胖是一个天真的，不好接近，但其实他内心还是一个小孩子。觉得老 K 他其实是一个很内向的人，觉得他情商不怎么高。对，他真诚的态度去对待，是以一种直来直去对待他的队友和朋友，所以我尽可能的把自己的体重啊比之前是要壮实一点的。老猫是一个非常有块儿的人，他比较爱惜自己的手。老 K 是一个职业的电竞选手，老很喜欢敷面膜，就是大家也都敷面膜，只是老 K 比较频繁和明显一点。护手霜，我龙虾啊，火锅啊，五十呀，零食呀，我的手里边永远是有东西的。我觉得哇，太幸福了。第一次到别墅的时候，是不是丝毫没有心理负担？就是那个房子会给人一种自己会觉得很有安全感，它可以包容你的所有梦想快要实现的感觉。有过电竞梦的少年，你绝对在脑海中有，那就是我梦想中的 house。我那么一个幻想的场景，是看到一楼的时候，哇塞，这不就是我梦想中的世界？到现在有一场戏印象特别深，又被我打出来，把陈哥的背都打通透了。跟队长很好。知道了一点，就是怎么样快速的进入这个角色。我觉得那场戏对我来说是印象很深刻，是第一次演戏的第一场戏，而且私心杂念很多。小姐姐，陈哥送了几条项链，那种默契，就是有被感动。我们好像真的就是一家人。在拍摄这个戏的整个过程当中。你想没有什么不可能的，我们也展现了青春里面最好的那一段时光。不同他们的故事，性格的年轻人